哇塞，这个照片放出来，让我自己都觉得好害羞，因为这个照片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。这个照片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时候，产后恢复还有产后减重，真的好辛苦哎、欸！啊，我都深深叹一口气了。如果你们对这一集有兴趣的话，请记得继续看下去哦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那产后呢，是不是一定要穿塑身衣？我个人觉得要看个人体质啊，因为很多人都是说产后六个月是黄金时期，这六个月穿塑身衣是比较有效果的，但是确实是真的，这六个月穿塑身衣是真的让你感觉体态真的会恢复的比较快，但是它不可能恢复到你产前的那个样子，除非你就是只能去做医美。那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真的只能靠运动，但是绝对绝对不可以有那种想法是我穿塑身衣就可以瘦。但是穿塑身衣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维持你的体态，你的体态可以是很漂亮的，很有曲线的，穿衣服也会很好看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吃东西，吃东西因为塑身衣它都把你的小腹都已经勒住了，就是整个都变平坦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吃很多的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去吃到饱哦，那一种没办法，因为那个肚子就是已经是撑到不行了，所以你有一个极限，所以你就不会吃的特别多。那第二个的话问题，喂母乳是不是比较容易瘦？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啦，因为有些人喂母乳他说还是没有瘦，还是一样胖啊，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坚持啊，因为我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喂母乳喂了很久，但我喂母乳只有喂一个月，所以这个问我不准，但是我觉得问过几个朋友生完小孩之后喂母乳到底有没有瘦，他们有一些人说有，有一些人说没有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看体质啦。但是很多女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就是抽脂，那抽脂呢会不会让你的就是减脂啊减重比较快？我老实说当然嘛，因为你去找医美去抽脂，那就抽，那当然你就变瘦啦。但是唯一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你抽完脂之后，你的皮是会松松的，就像那种吹了气球之后，后来那个皮就这样，这样子就空空的在那里，就这样空空的。那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把上面的皮把它去做修整，所以一定要花一笔钱去拉皮。那第二个就是你抽完脂之后呢？你可以暴饮暴食嘛，啊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来，我都吃啊，我每天都喝下午茶哦，吃甜点，吃蛋糕，这个都不行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还是会发胖的，那些油脂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体上。那除非就是你又是去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医美去一直抽脂，但是抽脂有一个好处的就是，它可以把你的脂肪可以去补到你想要补的地方，比如说隆乳啊、自体隆乳啊，或是补那个脸上一些比较凹的那种，像凹这种的就可以补。那我觉得抽脂这个部分并不是完全一劳永逸啦，对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建议要饮食控制，还有呢，你的饮食要均衡，当然最重要就是要运动。那我知道运动很辛苦，很累，很爆汗，全身湿哒哒的，很讨厌。但是我觉得你习惯了之后，你一点一滴的养成你的这个运动习惯，真的可以差很多。那我在这边要推荐给你们大家，就是我现在放上这张照片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。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觉得哇塞，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到底是怎样？我原本是50公斤到55。啊，生了小孩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到60、67、68那个这么重，我已经就是我极限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生完小孩退奶之后，我就是吃这个姜黄，绿金的姜黄。这个啊，我没有要业配哦，我只是分享给大家哈。但是我资讯的话，我还是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给你们大家做参考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购买哈。
那姜黄的部分我已经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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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现在，它那个照片其实我觉得差异很大，真的姜黄它是可以提升人我们代谢，因为其实我现在迈入30岁，所以我代谢就是慢慢的降低，所以代谢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当妈妈的啊，生完小孩胶原蛋白都给小孩子吸去了，吸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胶原蛋白真的很好吃，完全没有腥味。我之前吃日本的什么科纳的那一个品牌的，哦，我不行，我买回来我吃了，吃一包我就直接放那边，之后就过期扔掉了。那这个呢，它是完全没有腥味，它就是单纯的奶粉味，它里面总共有21包，它就是主打21天让你有感。对，真的21天就真的有感哈，那种上妆啊，服贴又保湿，真的好吃，而且你的荷包又不会痛。我都是在周年庆的时候把它囤货囤下来。那另外呢，我知道啊，像我自己是有妊娠纹的，肚子很多妊娠纹啊，我就是吃太白啊。那种妊娠纹有一些是那种褐咖啡色，那我自己妊娠纹的话是已经慢慢的变银色了，远远看其实看不太到，而且照镜子也看不太到，除非要那种这样很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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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看才看得到肚皮的纹路。那这个太白呢，它就是等于是日常的太阳伞，太阳伞就是可以让你美白。啊，有时候你去外面晒黑，像现在的紫外线真的很强，你没有戴太阳眼镜跟帽子的话，真的是很容易就晒黑了。所以呢，这一罐呢，太白，它总共是有一黑一白，所以它是有两格的，所以你就是每天只要2颗都一起吃，吃一次就可以了。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用。很多很多人去那种小琉球啊、澎湖玩完之后，整个晒的欧密码蛇。我跟你讲，吃那个真的很快就恢复了。所以我跟你们大家讲，各位女性朋友，还有各位妈妈们，不要去担心自己怎么样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女生就是要好好的更爱自己，不要为了自己好像很郁闷啊，看着自己。照镜子，哇塞，就是整个很狼狈、疲倦、黄脸婆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是过渡期，但是后来你一定要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像我现在都已经站起来，那你们呢？你们也要一起跟我一样站起来。我们女生好好爱自己，运动，运动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。运动可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健康，还有代谢力，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哦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出去，还要订阅下面的订阅钮按下去，好吗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通知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